要把我们改头换面，那也是对白色手机情有独钟的，妥妥的白手起家，到现在黑白通吃，执手遮天。哇，江美的这个人，哇塞，好美耶！我觉得他拍出来真的有那种很 studio 的感觉。来了，那我们现在去哪里吧？去拍杂志，他也有啊。我们两个来一起拍。我是没有想到，我们也有一起被邀请去拍杂志封面的一天呐、啊。然后叫我们的还要是 Honor， 他们还要用手机帮我们拍，是他们的最新手机，叫做 Honor 200。我们也是没有看过的，像我们去到才可以看到真机。不，你们还记不记得，其实之前那小米就已经找过我们拍一次了的，也是我们两个人。然后那时候是一个摄影师在户外这样跟拍啦。但是今天呢？我们是在 studio 里面拍，而且那个 owner 人跟我们讲，今天要把我们改头换面，今天可能会做 wet look， 阿 Ken 会做 Michael Jackson 的 look。啊，你的发型真的很丑，今天。不会啊 ，OK 啊，只有 Michael Jackson feel。今天出门故意什么都不要弄，因为等下我们会有化妆师帮我们弄。还是同一个疑问，到底手机可以拍出什么东西？真的可以拍到杂志风？我不信。嘴巴讲不信，但来都来了，怎样都是要印上的，对不对？他讲要摆这个 pose， 我差点以为是戚薇啊。重点哦，是 after 要摆这个 pose， 化妆前也要摆这个 pose。戚薇我，戚薇吧嘛。哎，看到那边我又心情好一点了。今天呢来拍我们的 Honor 200 Pro， 听说这个是跟雅固光影很出名的，就是专拿来拍大明星的 studio 合作。没有，等他拍我们了之后，我们就大明星。这次上手的两个颜色，一个是天海青，一个月影白。白色就被盖一整片纹理，青色的话就有玻璃做分隔。关键是白色这种通杀色终于被带进来了。你看看之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颜色，你品，你细品。这是它的镜头，我做成一个鹅卵石的形状，哎。然后四个镜头，看到这边吗？50MP OIS， 这是 Honor 他们第一次把 OIS 放进了他们的 Honor 200系列里面。Portrait 模式下哦，它这是多少？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雅固 Hardcore， 在 Hardcore 模式下面，它有这个 Vibrant， 有这个 Color， 然后还有一个黑白，这三个是它主打模式。等下我们拍 studio 照的时候就会尽量是用这三个模式拍，他们已经跟那个摄影师讲了，尽量用这三个拍看看可以出来什么样子。这样子有一点点很像开了 contrast mode 的相机拍出来的感觉。反正我觉得它不是 filter 嘞，它拍出来啊，它好像是那种光影上面哦，它有自己加入进去啊，光线只是打在正中间的旁边两边比较暗的感觉。在普通模式下面还依然有这个抓拍的模式，就是可以很快速的把东西拍下来。然后 2.5 倍的这个边角， 50MP 的 megapixel， 这是他们的 slogan， 叫做 AI 美学旗舰，就是因为他们跟那 studio 合作了嘛，所以就是美学再加美学的一个触碰出来的一个成品。等下再拍完我这个美人的话，就可以知道美的定义是什么了。讲好玩吗？不知道，还没有真正体验到，手感 OK 啦，轻轻哦，不留指纹了。我觉得女孩子是蛮喜欢的。白色美啊，自己是对白色手机情有独钟的，然后它的纹路好像在天空的感觉。他讲的是要做这个 pose， 所以你在练习啊？我先练习。可是没有化妆吗？那个 feel 怎样都是丑。变身之前是穿的这个好像007的猪肉佬，但是不用紧，变身前有多普通，变身后效果应该是有多惊艳的吧吧吧吧。但是有一说一，这个光打下去，那个小味一下就上来了。拍完了 before， 现在就去变装了。哇，我们变超多哎！我们到底是谁？哇，你很帅，看上来，弄那个眼神。明天睡醒可以长这样了。OK， 拜拜。为什么我大哥这个角度看起来像是黑道大哥在看自己的黑道老婆给人拍照啊？对对对，大马高起来是不是现在？哇，江美的这个人，哇塞，很美耶！哇，明星 ，Angelababy， 你想要学他吗？戚薇，真的大马版狂飙，如果在这里拍，他们两个还做什么有土鳖？你看这个美丽的眼神，唏嘘的胡渣，妥妥的白手起家，到现在黑白通吃，执手遮天。我就随手 P 了一张，你评，你细评。抬头看，哇，很帅耶，你很帅。这变脸照一模都要说一声，这就是老戏骨。哇，
李承铉的戚薇耶，但是你很肥啊，你是肥承铉啊。你看我眼睛，什么什么木兰哈克呢？超美耶，喂，很美 ，Oh my god， 很美。哎，我觉得他拍出来真的有那种很 studio 的感觉，整个人很突出、很立体的感觉，真的是古惑仔大佬耶。这张摄影师拍的，很好看，色调超美。Thank you。真的很好看，很有感觉，好像被我 edit 了这样。拍摄完毕，我刚才看到成品真是超美的，我直接上给你们看。Oh my god， 吓死人，很帅有没有？不管是细节还是美颜，都是非常非常完整的。Hardcore Studio 效果，成品真的很有 Studio feel 啊。再来看一下 zoom in 一点之后拍的效果，眼睛会发光，发丝细腻，很美哦。阿克的也是很飒，感觉好像黑道大哥一样哎。再来一组黑帮大哥大姐系列 feel， 这里主要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人脸上的光影是真的很美的，就是哈克一贯的正面光两侧暗的光线调试。或许有些人会问，在 studio 这样的打灯法，什么旗舰手机都应该可以拍出一样的 feel 啦。那我老实讲，一样是可以拍到这样细腻是可以的，但是哈克的调色和灯光 feel 应该就只有 Honor 200 Pro 做得到。差点忘记跟你们讲，这些照片除了微微修饰青春痘啊磨皮之外，基本上可以讲是原图直出了。OK， 拍摄到这里就结束了，这台荣耀200就让我好好体验一下，未来再做更加深入的评测了。不过有一说一，我大哥真的还要做有土鳖，不确定转行参演一下黑道大哥吗？是不是特别好看刚才的照片？孟姜醒了，超好看。他们讲看到我好像是另外一个人了啊，周杰伦。哎，又是快乐的一天。